是哎，他用这五只，然后换一个这个 view 哎，这应该是赚的吧？啊，你看，新年快乐，红包拿来！先预祝你们都过了更美好的新年哈！今天我们回来到了 TTD， 要来玩玩新的 Titan Drill Man， 还有开启新的受损泰坦箱，之后也会去实测看他们的那个交易价值。嘿，那我要先过去这个 Post Office 那边，因为有人寄的东西给我来，然后 Package 这边，这个是那个。然后给你寄了很多的那个传奇给我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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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重要的 Titan Real Man， 谢谢这个 DC 成员送给，不是送给我，借给我，这次真的是借了，我没有要收他，我只是暂时借过来 Finish Claim， OK， 这样有了。然后这个 Titan Real Man 呢，他是599罗巴斯，然后 DPS 25000，讲真的，他这个 DPS 真的不高，比起其他的这些角色呢，算很低的，只是我不懂他有没有那个主动技能啊，谢谢他可以借给我玩。还有另一个呢，是这个 Injured Titan Cradle， 这个你最最少的要500个这个宝石才可以买到一个，然后就可以中随机这三只的其中一只。你看这个 DPS 80000，但是它这个只有 1% 的中奖率，不知道这有没有这幸运的。我现在目前是破产状态啊，只有25个宝石，所以等下我要拿这些传奇的去卖一卖，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获得500了。这样子，我现在要来继续抽一下这个它那个单位有，因为那个传奇角色还不是很够，有8000块可以进行9连抽。这样，这次我就不要开 Lucky Boost 啊，直接开抽了。第一抽没东西，第二抽也没有东西，第三一个 Legendary Titan Speaker Man， 这个是我第一次抽到的，第四没有，第五还是没有。哎，新年你给我一点好东西可以吗？我只要看到咖喱的可以，这个第六没有，第七啊，第二次 Legend， 第八没有，最后抽第九抽，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多了两个 Legend 了，不用自己等 OK 卖。那我就先过来这个 Trading Plaza 咯，然后来卖卖看他的那些角色，只是我不是很确定一只传奇可以卖多少诶。我目前是有八只传奇可以卖啦，我先试看一只卖80的那个宝石看可以吗？ Selling 8 Legends each for 80 gems， 不确定有没有人可以接受我这个交易，这个先打开。哎嗨，我要卖这些东西，你要不要接受 ？Exclusive？ What the fuck？ No， no， 我才不要给你我的 Drill Man。No， 我还没有玩到。你有没有宝石？要不要买？哈哈，直接开始。你要买吗？不要，我不要失踪人。AD， 你跟我讲十只，你只给我个80宝石。Are you sure？ Too less？ No， 我不会要做亏本生意，你给我加。哎，算了，哇，真的很难找到人要买这些传说耶。哎，这是好友呢。Hello， 你有要买什么角色吗？你有买什么角色吗？广播器哦，那个耳挠兽我在网站看是要400 gems 哎，250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太贵，虽然我不够，那我给你20，靠腰哦，给我20剩下230找别人，怎么可能呢？哦，有要买耶 ，Titan Prison Man， 我不懂是他是不是讲这只？是耶，这样我想一下，350，看他可以不可以耶。等下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再慢慢杀一点，杀一点下来这样。How much you got? Only 60. Okay. Sorry, can offer. 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宝石耶，因为全部都拿，应该是全部都拿来买这个，所以很难卖出去。哦，可以耶。我用50，他用50的宝石买我50的传奇。OK， 五只我卖50的宝石，所以一只的话就10个 gems 啊，可以啦 ，successfully 95。我再交易多5个宝石就可以，剩下的我就直接用 robot 去买了，用我的压岁钱去买。好，来呀，2个传奇给你5个 gems 就好，我真的需要这5个 gems， 我已经亏本亏到烂掉了。OK 了，接下来呢，我要买2次这个东西，有299 Robux 来吧，我的新年红包就花在这边了，来再买多一个，买下去有了500 gems 了，哇，我在这边交易了1个小时，这样子我才有500 gems， 哎，够了，不要再send我，那剩下的呢，就是要来买一个这个箱子，开起来。有了，在这边，希望我可以获得 1% 的，有没有可能给我的新年礼物？开啦，开呀！来，第一人称看啊，阿弥陀佛，红色的 ，hyper， toxic， 哎 ，toxic 的好像不是最烂的嘞，哎，是哎 ，toxic 的是那个什么哎，39% 哎，然后他的 DPS 是45000 ，OK， 很好，哎，而且他有 slow win， 他可以把那个敌人缓速。哇、wow, 很好，我直接去试看，还有试看这个 Drill Man。现在这个缓速型尼斯特下来，这个 Toxic 的伤区，我要打什么好？啊，打开这个 Toilet Lab 的那个 Nightmare 模式，我之前还没有打赢过的。Go， 前面这边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快点先弄一点前线，然后至少放一个这个 Drill Man 出来先。哎，我感觉可以放一个咯，那我就放中间。哎，他没有技能呢，他是没有技能，然后。
他这个议题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钻头。这个是那个，它不是原系列的，它是那个同人作品的。Skip 再升级，现在等级了好像没有什么变啊，但是它的那个升级的钱真的是很便宜哦。然后这里开始危险了，快点，我要再升一下。Skip 再升3000块钱。哦，它现在中间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广播这样的，然后最远可以打到这边来。再 skip， 然后再升多一次，哎，满级嘞，超级无敌便宜，它真的就是便宜的那种强力的角色，便宜的前期角色啦，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我可以放这一只喽，哇 ，toxic 的，它有那个，它出来刚刚就睡着是吗？哦，还有那个毒液，它然后它中间也是会发生那个镭射，哎，它那个枪，它那个枪有喷那个毒，哎，不要一直睡觉可以吗？我没有带那个 medic 啊，然后打好像是被。哦，不，没有啦，他这个是喷那个枪，他就有那个毒液，然后应该是有缓速到啦，因为这 Green Laser 这边现在也在缓速，所以我看不是很出来，但这只应该算是很强的。哦，他下面还有这个数值 Explosion Radius， 这个是爆炸的那个范围，应该是指他枪喷出去的那个毒液爆炸的那个波及到的那个范围更大。OK， 15000，等级6 MX level 了，爽啦！这只又能缓速的范围又大，攻击又高 ，DPS 又高，真的强，真的强！这只应该也是可以卖到一个不菲的价格。哎，它这只好像不止缓速哎，你看它好像是有那个中毒效果是吗？我看它头上有那个，你看绿色的这样子，哎，是啦，应该是可以让他们中毒的啦。哇塞，强！哇，然后中间这是什么在跳舞？他们在那边转。哦，哇哦，我已经开始感觉到那个。FPS 有点降低了嘞，它这个毒太多，这个如果放太多只，我电脑等下会爆炸了。OK， 50波，我后面完全就是一直在 auto skip， 完全没有停过，他们根本过不来，肯定赢得了。哇，这个我拉近看，很卡哦，我拉远，要拉远，这真的很卡，可能他之后会自己去优化一下他的特效啊，甚至是 boss 了。有啦，这个一下子就被喷到死的。OK， 先回到 lobby， 我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其实还有一个最后的隐藏单位哦，它是叫做 upgrade 的那个 Titan Drill Man， 就是升级版的钻头人。它获得的方法呢，是你要进入到全世界的这个无尽排行榜前100名，你就可以获得。然后它的等级呢，不是 Gali， 等级不是 Gali， 是 Ultimate， 应该是全游戏最强的角色啦。我虽然没有看到 DPS 它的数据那些，但目测应该是最强，然后也很难拿。最后的最后，我要试一下去交易这两只哦，看我可以拿到什么很屌的 offer。当然，这个也只是实测，没有真的要交易。OK， 就这样子。Trading Toxic UTC Plus Try Titan Real Man， 然后这个开起来先，等等看有没有人。哎，有人了，来，冰冰，你要什么 ？Titan Clock Man 我有了，看也是没有更好的、啊，再换人。第二位玩家，你有什么？哦，一只咖喱的，来你讲什么 ？Deal， 肯定乱 deal 啊。来这位，你有什么 ？Shu。然后两只神话跟一个这个 Cytis， 我感觉还是不值，Sorry， No， Thank you for Toxic。他用这两个来换一个我的这个 Toxic， 所以这样是值得吗？一个 Soul 跟一个 Repair Drone， Sorry， Can offer， 至少让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可能性啊。哎，这个人要用这个 Soul 跟我换这个 Toxic， 这是他的升级版的，怎么可能 ？No， 哎，签名呢？点。那个名字我看不到哦，有啊 ，Morloni， OK， 这个是值得的嘛？可是这个签名的只是那个 Legendary 的嘞，没事，至少又让我看到多一个了。这一个 Legend 那个赛的签名的那个角色 ，Sinister for Toxic， 我不确定目前 Sinister 的价值是不是比这个 Toxic 还要高诶，因为 Sinister 还是很强的 ，Sorry can offer， 再找一下，哦，五个这个只要给一个这个 Real 吗？哎，是哎，他用这五只，然后换一个这个 drill， 哎，这应该是赚的吧？啊，你看，谢谢你，但是我没有真的要交易。Can offer sorry。好啦，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样子啦，目前的那些价值应该是跌下来的，没有一开始这样高。然后也体验了这两只的这个它的那个乐趣，然后不要再send我这个交易请求了。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